请收看《菩提如是说》。掘出慎重的心意宝藏三。你若想要真实地修行佛法，就要去行善，即使是最微小的善行都要去实行。要弃绝恶行，即使是最微细的恶行也要舍弃。无论日间或夜间，都要深入关照你的心。倘若你的心绪中有任何不善，都要从心灵深处由衷地放弃这个不善，而去追求善。要披上勤奋精进的盔甲，不管你领会了什么法教，切莫让自己远离此法教的意义。要待在心境感到自在的地方，如此，你的佛法修持自然会有所进展。逗留在自己极度厌执以及厌恶的地方，只会让你散乱分心。待在会让你的佛法修行成长发展的地方吧。不要沉迷在谄媚奉承、非真心的友谊中。思想及行为都要保持诚实，最首要的佛法修行就是在思想与行为上保持诚实正直。
佛法修行的基础有赖于清净的三昧耶、悲心以及菩提心。不要忙于生意以及赚取利润，一般来说，这只会使你自身和他人散乱分心。要淡泊于财富，因为它有害于禅修及佛法修持。最初入道的阶段，任何会让你的心落入偏起的情况都是障碍。尤其对男性来说，女性是最大的魔障，对女性而言，男性是最大的魔障。而在一般的情况中，衣食则是最主要的保障。早晚都要做七支进贡，而且不要疏忽每天的夺马石子的供养等等。要以百字明咒来忏悔你的罪行。要注意因果的重要法则。要再三深思，获得八贤匣及十圆满有多么困难。要深思死亡和无常，要深思轮回的祸患。针对大乘的正确修持来说，则应了知一切对境皆不真实的见地。要去培养慈心，
悲心和菩提心，并且要训练自己愈来愈娴熟升起次第与圆满次第。如果你带着悲心以及菩提心来布施，便会成就百倍的功德。如果布施时没有菩提心的指向，就算分送了马匹与牲口，你的功德也不会增长。要训练自己培养菩提心，要练习升起自地，使显现和存在的一切都能是本尊坦诚。至于圆满次第，则是安住在无二缘之中，也就是毫无自性的显象，如同水中月的反影一般。最后则要回向善根，专注地集中自心，抛开真是身体的爱执，将身体当作会供曼陀罗显出，清楚地观想显现与存在的一切皆为本尊。将你平凡的身体圣化为甘露，贡献给一切有情众生。特别将作恶者列为首席，自在地安歇在无有戏论造作的状态中。普遍说来，一切有情众生毫无例外地都曾是你的父母，因此莫要允许自己感到爱执或是怀抱敌意。
要将心维持在平和的状态。要舍弃愤怒和粗暴刺耳的话语，而是要带着微笑的面容来说话。当你能把一切众生都视为父母时，就表示你已用菩提心训练自心而升起了道。要对三界有情众生心怀慈母般的爱与悲悯，要与菩提正觉心稳定地常相为伴，要远离时不善，常行时善。无论有情众生在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一切皆是悲哀的行为。六道众生的迷惑求饶是多么牢固，三界一切有情众生让自己被自身创造出的愤怒黑蛇所纠缠，他们用自己所创造出的欲望红牛角刺穿自己。让自己被自己创造出的黑暗无明所遮蔽，他们把自己监禁在自己创造的自大断见悬崖上。他们让自己创造出的嫉妒骗子毁灭自己，一切有情众生皆因自身烦恼之故而造作恶业，因此要训练自己对其升起慈心与悲心。要向你的上师祈请，请加持我能将烦恼
作为道理法。每天都要以净化烦恼种子的咒语来训练自己，最后放松安歇，进入见地的境界，并以回向和祈愿来做结习。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我是佑胜，爸爸是全家的靠山。在创世，有超过一半的植物人是爸爸。当父亲因疾病或意外倒下，家中面临惊涛骇浪。邀您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家庭的撑舟勇士，一人一桨，一臂之力，1650一路有您。爱心专线02-2835-7700，心愿小组。怀孕当然是目前最大的期盼，之前可能因为工作、经济、收入的压力的考量，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体还没有调理好。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临门的好运，是怀孕的孕。7月1日起，国民健康署人工生殖补助扩大实施，除了家人的支持，还有政府的支持，祝圆梦安心生。
tu zamaya manu palaya benza za tu tenu pa tita drilu mi bawa sutu kayu mi bawa supo kayu mi bawa anuratu mi bawa sarva siri me praya sa sarva karma zuksame sita pshariya k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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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bagawe sarva tata gata benza mame munza benzi bawa maha zamaya za tu a om benza za tu zamaya manu palaya benza za tu zamaya